姚麦的火箭，那一波22连胜，是火箭球迷最怀念的时光。如今，灯泡西手，有望超越前辈的纪录，今日与马刺一战，几乎一节就将对手打花。那可是火箭苦主马刺呀。火箭经历这战，必然在精气神方面有值得提升，接下来能否打破22连胜队史纪录，就非常值得期待了。这支火箭让人想起了22连胜，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击败苦主马刺后，火箭的连胜纪录已经达到12场。保罗出战不败的纪录还在延续，今天一战，保罗外线9投5中，砍下28分，比起哈登来还要高效。这两大巨星，任何一人在场，均可将比赛梳理得井井有条，其实力恐怕只有等再战勇士来检验。